吃饭啦！今仔食烟肠啊，香肠好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挑战男。今天我们除了要煎香肠之外，我们还买了一些热炒回来，准备吃晚餐。炒水莲、金沙虾球，还有我们的五更肠旺。哇、啊！我肚子饿。好辣！It's good to drink. 无你饮看卖哦。好了，我要慢慢的享用我的晚餐了。撇开今天超伟大的香肠不讲，我觉得是蛮完美的啦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哦。还有我的脸书跟 IG 哦，帮我追踪啊。拜拜。